马奇跟艾纳伊娃，没错，这不就是小跟小厨一样的护身符吗？是刚刚那女生掉的？难道照小厨的说法，这是这个村子特有的护身符吧？也就是捉这个奇怪的女孩是附近的女生喽。嘛，总之拿给她吧，应该还没走远。奇妙的护身符，古代的这个小祠堂啊，看似很干净，你是不是有谁在管理呢？你查到这标题干什么啦？你们有什么毛病啊？哎，话说回来，小厨嘞？哎呦，闪现了！哎，奇怪，刚刚女生去哪了呢？我还想说她是不是在鸟居旁边，突然就不见了。おかしいね，好奇怪哦。嗯。鸟居也没人，楼梯上也没有啊。嗯，还是又回神社了呢。啊，哇塞啊！话说回来，小厨你到底去哪了？为什么我回来都没遇到你？哎，今奶奶讲个，消えた，妮妮消失了。びっくりした。啊，吓我一跳，都没想到会遇到人呢。今天是一个人太好了。好个屁，他马上来找你了。啊嘞，晚上了，我在森林待这么久了吗？哎，你是刚刚的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该不会追着我吧？啊，太好了呢，你在鸟居旁边，我追丢你了，还想说怎么办呢？果然在附近嘛。来，这是你掉的吧？啊，把护身符给他了。哎，你为了拿这个特地过来吗？这个，因为啊会很添麻烦吧？抱歉啊，我擅作主张。啊，还是你本来就想丢了呢？你要丢的话也要丢垃圾桶嘛，跟姐姐约好喽。好啦，总之没事了。你是不是住在这附近呢？反正我也在这附近，我就送你回家吧。要是晚上了，你一个人在这附近走就糟了呢。要是这附近还有神隐的传闻哦。あなた帰れません。啊，你回不去啊！那个神隐的，那不是什么神隐，而是正在发生的。啊？你在说什么？这里是欧努的住所，是个妖怪的住所，跟你的住的地方不同，是异界。啊？呀，安达呆就等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电动打太多了？妈，算了，你就是个小孩嘛。你是不是？哎呀，别把游戏的世界当真好吗？好了，总之姐姐是姐姐不好，姐姐没法陪你一起讲电动，可以吗？豆子，你自己去看看街道吧。嗯，可以的，看就看呢、啊。啊，好大只的妖怪啊！惨了，我看过很多作品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那你哪里？那这什么生物？那就是欧努吗？懂了吧？跟你的世界不同啊，有很多这种异形呢。一溜，我天！那得是怎么会那东西那种怪物？开什么玩笑？话说那个欧努是什么玩意儿？欧努就是跟人类似的东西的总称。嘛，在你们那个颠就是动植物之类吧，很像，但是不同的魔怪，搞不懂，反正妖怪什么都是异世界吧。对呀、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就这样吧。总之这里是那些他们的巢穴。欧努啊，他们啊，大部分会把人类当作耳食的一种袭击，会把你们抓起来。那个时候就，那个时候怎么样了？你该不会想说我们就被杀了吧？总之啊，千万要避免跟欧努发生对立啊，很残酷，但是为了活下去你必须要逃过他们，要觉悟吧。开什么玩笑，怎么可能打赢他们呢、啊、他是说跟人类世界动植物很像，就那样了，就那样的意思。
话说回来，我怎么会来这边？我要回去啦！哇哇哇！冷静点，冷静点啦！啊，是还有可以回去的方法啦！哎，听好了，这个地方啊，在净土村再现，也就是平行世界。总之，你就离开这个神社，往村子的最东边前进。啊，那边就是有个地方的原住民啊，就是那边的人。东边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田园地带吗？是的，总之东边过去有个森林，往那个深处前进吧。在里面有个小洞穴，走到洞穴最深处，爬出去就可以回到世界了。真的回得去吗？啊，等等哦。你说森林跟洞穴那不是很危险吗？如果再那样被袭击了，不就没地方逃吗？你放心吧，一般的欧努是进不了东边的森林的。所以你的意思不就代表说，可以进得了森林的就是超强的欧努吗？倒不如说进了森林就安全了。那回得去吧，那就好了。但是别大意哦，我哪能够保障安全的，只有森林而已。这个村子有很多危险的欧努在附近，那要是你看到就被发现就结束了，被欧努喜被大主发现就糟了。啊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这里是欧努的巢啊，当然啊，巢里面有一个他们的主人喽。啊，跟其他的欧努不一样啊，他是特别大的啊，是世界的这个支配这里的王者，然后他非常喜欢杀人。果然那个家伙也是以人类为饵食吧？啊。他啊，并不是特别喜欢吃人，只是他对人类有着特别的憎恨。之所以你会这么容易过来，也是因为他特地把这个入口做得特别简单，让人类很容易进来。也就是你所说神隐的真面目。那总之，这是单行道，只能从那边过来而已。我不小心找你就来了。那反正就是说过来很简单，但是出不去，这是单行道的穴。这是故意设计成把人拉进来，然后把他们杀掉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你说卡库玛，他说卡库玛做的是谁啊？抱歉，那个卡库玛就是这里主人的名字。总之，快回去吧，太危险了，赶快到森林啊！总之，逃跑往东走就对了吧？就是这样。还有啊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先跟你说，南边的学校绝对不能靠近哦。这个地方的主人八成就是在学校待在那边，要是人类靠近绝对会被杀的。总之我能跟你说的就全说了，你自己好运吧，再见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喂，那你不去吗？你不带我去吗？两个人一起逃吧。抱歉，我没打算跟你一起行动。为什么啊？对了，很晚还没说呢，我叫做有希拉啊。虽然我长得像人，但是我不是人，我的真实身份也是个欧努，就看跟他们是同类的。哎，放心吧，并不是所有的欧努都会袭击人类。妈，至少我也没打算加害你，但是我也不想跟你扯上关系。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虽然我也不算是帮你，只是我也不希望人死在这儿罢了。那你刚说的逃出方法是真的吧？要不要信随便你咯，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帮你就是了。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，那就是这个地方是那个人的就对了。他讨厌人，所以做了这个，那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帮助了人。总之我为了从他啊的那个眼下，就是想办法让你们逃出去，我已经尽力了。能不能帮上你真的很抱歉，那我只希望你能够回去，那么再见。我叫做子父宁宁啊，你叫我宁宁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啊尤西拉，那我相信你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，我绝对会逃出去的。宁宁，谢谢你把护身符给我啊，真的谢谢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，不客气。啊，他没有怪我呢，还特地把护身符给我，迷路在这儿。总之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得到帮助，我是真的哦。
一家的走了呢，那应该不是个坏孩子吧？那虽然我装得很行，但是这么多的怪物，总之不是迷惘的时候了，一定要回去，先往东吧。那就先往南吧。哎，怎么没有存档点？你老妹，存档点嘞？存档点先存着档。哎呀，哎，靠腰这里就有一个、哦。真的会有什么 CG 吗？不会吧？啊！哎哎。都是碰一下就死吗？哎、欸、哎呀，蜘蛛好恶心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碰蜘蛛不会死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蜘蛛会被我踢走哎、欸！哎呀呵呵，蜘蛛根本不会死啊，踢死你，去死吧！哎、欸，怎么搞的？脚好像越来越重，好像什么东西缠住的感觉。哎呀，哎呀，走好慢哦，脚好像真的动不了了，到底怎么了？仔细一看，怎么好像有丝线的东西？不一，什么脚被绑住了？呀！啊！到底被什么东西抓到了？咦？不会吧？难道我被绑住了？不要！救命啊！救命呀！哎呀！不要动不动就本本你们这些人哦！让我神走位，下不去，可以往左边走。哎呦，好多蜘蛛哦！哎呦，干你你啊！从哪掉下来的啊？干、啊！我想进房子看行不行。看，我觉得这游戏比我想的要血尿哎、欸。进得了那房子吗？我有点好奇、欸。我、啊、干！我操你的！看，大概是不行啊。那判定有点微妙，我不知道到底哪一格是判定点呢。很好，不行。那这里直接往东走呢？我不要往下走呢。你看我们俩在干嘛交配哦、喔？哎、欸，哦，有一个算是 key holder， 哦，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，你靠这边还是挂掉的，有一个钥匙圈，哇，别靠近啊、哦，所以要走下面不可。他基本上就还能只能走下面。好了，我要认真了。